我还差44块钱来充一个68，对吧？B 站的视频每天都会更新的，哎，不是每天都会更新，反正该更新的我就更新，好吧？然后这个特权领取了，这里是第一次解锁这个星元机甲，搞起来！星元机甲，今天凌晨3点我还要起床做的这个视频呢，我一会儿可能要花2个小时去剪这个抖落视频，然后上传。上传完之后，凌晨3点我还要再起来，再去录4小时的这个游戏，你说我容易吗？对吧？非常的不容易，请大家海涵，这个脾气不好也有理由了，对吧？然后68，哇，68还不够抽一次这个，我的天，再充个128吧，128搞起来，哎，等等，搞一个198，这个确实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因为市场还要扫荡一下。我想了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就做一个吧，问题不大。好，领取了。然后战五机甲先升到4阶，100个也能升好几星呢。这个给低阶升是最划算的。主要是我这个心态也没有锻炼得很好啊，经常会有这个不明真相的观众，加上一些黑粉过来问啊什么托私服，对吧？搞得人就很难受。你是我，你也不好受。哦，晚安。今天这个超值特惠也没有搞，来搞起。买了买了，怎么今天还有这个超值特惠？我的天呐，坑坑坑！惊喜蛋蛋，好，地下30个龙珠一盒，20网钻，6星龙珠，加5000，天罡礼盒搞起来，可以了，500网钻，不错。接下来我们去逛下这个超市，今天就不花额外的钻石了。哎呀，189块钱，我刚去看到那里有比较不错的这个，就这个194。钻石不足，再充6块，6块钱都来了，我的天！哎呀，我的天，太难受了。别的东西我也不想买了，这里刚好有9毛钱的泰拳令，我就买了。好，买了，剩下的泰拳令明天再买，明天我们可以多充一点。然后哇，欢迎小西，小西不好意思，今天可能要下播下的比较快，12阶装备我看一下，如果有5阶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话，我可以买。啊，没有12阶装备。先去我看一下，11阶肯定，啊，11阶一星，11阶2星有，50块钱一个，好贵啊！不需要，极品神石、螳螂石有吗？仙元石，3万块钱，好贵的仙元石，啊，神元石，相当于是56块，56块一个神元石，不需要，因为我现在不缺，外形不需要，圣母复印15块钱一个，图鉴材料也不需要吧？哇，漂亮宝贝，就是那个卡。这个卡算了，慢慢来，越充越少，是的，因为视频赚的越来越少了，只能这样子。明天打算充多少？3、4千吧，应该是这样子。创纪录充了6块，以前也充了，哇，这里加了11万的神翼，不错。先一会儿出去，啊，看一下这个国战，国战这个先开着，这个别忘了，每天啊准时准点。正在被发起掠夺，啊，他掠夺，那我就只能掠夺你的呀，不好意思。今天一会儿去打下这个孔雀帝国的，好的。然后海战，又红点，烦人。这里为什么还有红点啊？装扮，啊，装扮还可以激活2次，处女座，一个加了88，舒服。好的，然后鉴宝可以搞了，120次，自动鉴宝。来一个这个金辉刃和一个神剑石，我觉得 OK。这大奖，这个武魂是最好的，这里面最好的是这个。啊，这自动鉴宝有问题吧？难道不应该自动见到这个大奖吗？这个出 bug 了，还是手动见吧。好，给了一个极品玉石宝盒，给了一个6级的，一般，很菜，太菜了。好，完美洗炼石啊，完了，完美洗炼石是里面最菜的一个东西。大奖，哦，今天武魂来了，不需要再充了。哇，眼睛紫极妖瞳可以的，剩下27个。我想想，这个活动只剩3小时了，我今天准备把它抽完，不然不划算，知道吧？抽完的话也不怎么划算，这鉴宝令我就不抽了，啊，这个就不抽了，剩下这26个鉴宝令留着，留到下次鉴宝吧。反正这个不像是我的风格啊，要不再抽一个大奖？
奇摩飞刃价值80块钱吧，大概。这个十连十其实一般，搞起来吧，再充一点也 OK。好，4块钱一个，还差23个，来找一下。我的金三器23个，乘以四92块钱，呀，不像我风格，没有办法，得要向金钱低头，好吧？来，来个128。好了，不墨迹，抽完，来个疾风飞刃，求求您了，来个疾风飞刃吧，其实都可以的，什么我都接受。最后一次，十连十，十连十也行，能加1亿多吧，没关系，慢慢来，不着急。然后涅槃重生，这里可以升级了，哇，5498，应该看不到了。好，这个啊突破不了。但是副手可以突破了，副手可以加好几十万，我加了40、50，至少加了60万战力的。哇，这个副手突破好给力啊！明天又可以突破这个主手的，舒服了。大奖是从右往左的，好像是，有点，你说这个好像，这个顺序也太固定了吧？好，星爵，还可以再加个10来万战力吧。分解，哇，1.34万给力，成功了。昨天失败了，失败一次，然后成功一次，这一次成功吧，第一名没问题，把皮肤弄到手，弄不到手了，不好意思，没有钱了，要弄也是明天再弄。然后这里打下这里的 boss 啊，哦，我们先去国家吧，对吧？国家那里先挂着，国家俸禄领取一下国王的奖励，好，200万金币，国家黄金宝箱，搞起，就最后那个不搞，鼎盛，看一下我们这个战力是6.7亿，他们4.89亿。本来之前是高他们1亿的，现在高了1.8亿的，他们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这个没有办法。然后现在开始进入孔雀帝国市场的染色剂啊，可以看明天开4级幻化魔镜，这个是什么意思？来，先搬砖，不要客气啊，看一下市场的染色剂，对吧？216的一会儿来合成一下，染色剂是活动道具，我记得别的应该不是，别的应该没有了。天罡如果便宜的话，其实也可以买。天罡如果是4毛钱，往下翻，这里必须要往下翻啊，往下翻才能看到有没有4毛钱的。砖块升级，升级，搬砖，海人搬砖，等等，他们还在打新活动呢，5毛钱的，好像没有4毛钱的。但是这个衣服武器应该是比较便宜的，我这里见到便宜的还是要收。哇，有4毛钱的，看到没？天罡武器买了，头盔4毛钱的，哎，往下翻就是有这些好东西啊，下面可能还有，哇，还有。还有啊，爽了，来4毛钱的护手，舒服，护腿，然后有6毛钱以下的这个武器和衣服要买了，有就收了。哇，这5毛钱的武器，舒服，再看一看5毛钱的武器，这5毛钱武器我就是贷款也要买呀，衣服武器，哇，7.5块，好贵啊，没有钱了。刚还看到有个武器，还有一个衣服。买买买，下面搜索打武器啊，是的，但是那样的话又得要重新开始了，不划算。我这里已经都在这儿了，顺着找一下就行。5毛钱的武器啊，6毛钱的武器我都不想买了，5毛钱的武器都有那么多，5毛钱的武器衣服6毛钱的有啊，这里要30块钱，没有，这个钱我没有。等一等，加速来一个，接下来涅槃终身，继续升级啊，激活一定要成功呀，2700呢。激活失败了，你就搞我心态的，再来啊，继续搬运，这里强化完了，给的东西太少了，染色剂没有啊，我和你说了，你这个耳朵有问题，活动道具里面没有一个卖的都没有。寻宝抽一下，139个钥匙，大奖是抽不到的，但是小奖还可以来3次，给一个10元石呀，砖块升级，再来极品道具里面，好的，染色剂我看一下，昨天要是少充一个68就好了，对吧？昨天充的太多了一点。真红晶石，符文寻宝搞一下吧，搞2次，啊，符文背包已经买了，好了，然后我们要重启一下这游戏，好了，现在没有电流声了，我们再搞搞事情，寻宝，符文寻宝。先清理一下符文背包，分解，
抽一个防御，来寻两次锋芒韧性，这个是很菜很菜的。九个钥匙不管，他每天会给三钥匙啊，等到有45个钥匙的时候我们再去抽，不然就先不着急。吃的去吧 ，OK， 不管了。仓库一剑领取，好嘞，可以的，反正没有抽多少的奖励啊，抽到的这个奖励很少。发一下这个红包呀，想看葛优代言的金星脸是吧？啊，不做，那个是一个视频的游戏，视频游戏我不做，我只做横屏的。本来之前也考虑过，那个折扣很便宜的，就是3.99，比我这个游戏要便宜多了。我这个游戏充的5块钱，在那个游戏里面可以当7-8块钱用，所以就超级爽。我的预算60万就变成了预算90万，甚至预算100万，加多少啊？把我这个战力吞了吗？他在这里面把我这个战力给吞了，因为我是这玩意儿，你知道吧？这个凡人。好了，国家黄金宝箱，胜利旗。好嘞，然后来打下他的这个守卫和国王雕像，成就领取下，升级，升了2级，哇，这成就还升了2级，逆本终身刚刚是发了一点东西，但不够，哦，可以升1级了，加了4万，是不是？可以的，坐骑，可以的，可以把这个升到多少阶了？10阶可以吗？既然需要190，哦，够了，刚好够。其他这两个可以升吗？这两个好像也是可以升的吧？一会儿看一下。哦，好像不行，那个只能用染色剂堆耶。好的，寒霜猎虎到了10阶。好了，加了68000，还行。啊，这里，这个好烦人啊！这些就只能用染色剂。最菜的这个是，哦，这个要内丹的，这个内丹也挺贵的，一个是5块钱，哦，3块钱。不敢，以后会给的，这个也是需要内丹，就是坑钱的玩意儿。来，把这个搞了，精灵提升一下，100万宝钻，慢慢慢慢弄啊，不着急。然后刚才有个人说我可以兑换那个东西，等我看一下。好，这里升级，有人叫我兑换这个巫师萨满啊，这兑换不了，功能还没有开，兑换不了，就是我那个神魂可以兑换的。巫师萨满它是有这个生命回复的效果啊，在打群攻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10秒内每秒回复3%的血量，就能增加30%的血量的，其实非常的好。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没有人能把我打得非常的痛啊，除非我直接钻人堆里面去，否则我就不需要。来，把财神令用了，希望明天啊这两天我多打一下那个12阶 BOSS 吧，把12阶 BOSS 打了以后看看很危险的是能不能明天把另外一个真三星的装备腿对吧合成一下，这样的话明天就能下很多很多的这个战力了。一直充钱会无聊吗？哎，关键是你不能一直充钱，如果能让我一直充钱的话那肯定不无聊呀。什么3阶加攻击，5阶加暴击，好的，反正花钱就是好，花钱就是没有毛病，就是让我花钱才行。4级、5级，好了，神文是不是又可以了？充钱心不痛吗？充钱钱包痛，但是我有办法在以后赚回来，所以我就要充。凌晨3点我上线做直播，感觉不太划算。怎么？哎，怎么搞的？我已经没有5级宝石了，全都是6级。我的天，我的天哪，那么奢侈的吗？加了27000，太奢侈了吧？这里5级升6级，这个也快了，都没几个5级了啊！这一圈都是5级，来再给这个升级，5级升6级。好，淬炼，这里可以淬炼一下，这里还差一个红色的镇魂晶石。3点直播吗？也不是不行，但我就是怕没有人看，而且我那样的话会很累的，你知道吗？这里我找一个7级宝石啊。找个7级宝石强化到20，能加个10万的啊，77000，加的有点少。3点主要是一个是没什么人看，另外是也不怎么好看，它会掉粉的，懂吧？这里我优先把这9级先升一下，呀，9级不够，
二十的七级，一会儿搞一个，找一个七级宝石啊，搞到二十，好了，别的没有了。周六日可以看三点直播，哎，但没有必要，这样太折腾你们了，也不太好。好，加了13万，一会儿做一下这个强化，这里守卫已经死了，再打一下这个光雕像，我去召集一下。今天浪费了400块钱啊，这个400块钱挺浪费的，不然可以兑换这些东西就爽了。来召集一下。三点，主要是我到时候直播需要我的这个精力状态不一样，到时候我还得要取悦你们，对吧？这个不好的，我到时候自己搞就可以了。好，加了5万，来技能升级，防御的搞起来，加了25000，锻造的话，现在全部搞到200几吧。这游戏是自己公司的。这个游戏要真的是我自己的，那就太厉害了。哈哈，怎么取悦？就是，哎，经常得要照顾大家。如果我不用露脸，那我压力小很多的，我就可以做点别的事情，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如果在挂 BOSS 的时候，其实就挺轻松的。好，激活了，加了43000，哎，这个就很少。金柱又有2个，来。成功，再来一个成功吧，50的几率，哇，2个成功，不错，赚到了2石头。这里面课还可以慢慢搞，搞到加9，别搞了，没有搞到加9不要来见我，求求你了。哇，直接加8，这个直接加8，然后加9失败了，这太酷了吧！今天又可以把一个搞到加11，是不是？晚上是打 BOSS， 那个时候我只是。搞一个10倍战魂，打打 BOSS 用的，那时候不用露脸。不过有时要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装备爆出来，那是挺完。哇，又有个加8，2次了，兄弟，加8就可以了，他自动加8就行。加9的话太难为他了，可以跟美女加1互动。说什么呢？又是加7。加11的给戒指，好的，谢谢你的提醒。加8不行了呀，大哥。哦，加8了，好，再把这个加6的搞到加8。哇，直接加8，来，加9，不要客气，成功了。加9，再来一个加9，好，失败了。失败之后，等一等，然后再把这个搞到。加十搞一下，失败了。啊，我太贪了，刚成功完应该要等一等的。完，这个加八，感觉今天就只能加八了。加七，加八，好了。再来，哇，加8，2个加8，不搞了，今天说到做到，啊，最后再搞一个加9吧，一个加9就足够了，失败了，好，又是加8，那再来一个加9吧，哇，这个加9，我很满意了，再来一个吧，一个加9顶2个加8呢，最高，摊得好，非常棒。哎呀，这个加8好像够不到了。呀，问题挺大的。加6，又是加6。加7来一个我就收手，好吧？加7我就收手。停了，加7停了，可以了，30个不赌了。然后这里铭刻一下神魂，刚好可以铭刻到11。加0.8%的攻击和破1.6%的破甲，好，又加了，哇，60多万，至少60多万，这里已经有3件到加11了，这11颗星星闪闪发光，一闪一闪亮晶晶 ，OK 啊，好，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吧，奖励我看一下，国战日常礼包，10个神元石碎片，啊，这个神元石，我怪不得他们卖那么便宜，应该就是从这里面得到的。
斗罗肯定会发这个作品，肯定啊。哦，这里有眼睛了，我来看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解锁新的东西了？这里钻石母马，它需要的是五件红的，对吧？我现在已经有眼睛了，但是就差一个这个牙，两件、三件哦，好了，稳了。我要合成一个三星的，来，全部退了，全部退了，先先下。我要合成一个这个牙，别合，合一下。我就想激活一个大的金刚熊，我看一下，红色獠牙它有吗？啊，它这个就是合成的牙，我的牙都是合成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来，我想看它这个是不是三星的，没关系，不着急，会掉一点这个战力没有关系啊，但是之后再慢慢搞别的，兽眼，搞一个加29的，召唤一下，这里我想想，我有几件红的，有12件，我只合成一件。合成一件的话，我可以激活两个红色的。理论上说啊，8541，记住了。好的，好的。你这个小机灵鬼，我想先看一下兽脚，这个是要的。兽脚是很稀缺的，然后兽爪三星的也要，眼睛必须要，必须要的。獠牙和鳞甲，这个鳞甲其实经常会开的，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合的。我刚好有一样一个，对吧？邪魔白虎，我看一下，獠牙啊不够了，这个还差一个獠牙，只能给有骨迷兔了。红色的脚和一个，行，现在是有4个爪子4个这东西，别合了。我想解锁一个高阶的，高阶的能加一些，剩下红的慢慢再搞，不着急啊。红的牙，三星，我知道，就是战力其实不会掉太多，不会掉太多的。56级的搞一个，再搞两个这玩意儿吧，少了三装备会掉个20-30万，但是可以解锁一个更高阶的，还是不错的啊。跨服联赛压注已经开启，跨服联赛是每周五的9点到啊，真完了，兔兔轻点对吧，这个压注一下，少出战没关系啊，我这出战不会说是傻，6个肯定都有的，已经预约啊，我们是预约了这个至尊的资源点，这个肯定没问题。今天得要录制到9点半了，实在不好意思，我没有想到今天就有这个跨服联赛了，我以为是明天，我记差了，我看一下，今天跨服联赛9点钟开启了，然后明天是有这个国战的，我的天，还可以压，我知道，别的要一会儿仔细看的。装备不够6个，没关系，很快就凑够了。这个要凑的话很简单，别着急，魂，这个还没有合吗？牙已经合了，对吧？然后再来一个这玩意儿，好，激活。这台兔子搞起来，搞一个加22的，三星的，你看三星成的就派上用场了，三星的 ，OK， 就优化一下，你看，优化一下挺好的。哦，这个是红的，獠牙。獠牙好像不够，獠牙不够的话，就少了一个武魂呀，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一世清誉啊，白虎加的比魔马多，问题不大，牙，就是橙色的，再慢慢搞吧，不着急，牙还有一个，邪魔白虎好像不行，哎，果然不行，冰地蟹可以搞一个，橙色的差了一个，不够了呀。少了一个问题不大，橙色的也可以搞，掉了点战力无所谓的呀，我又不担心这一点。兽眼、兽脚，兽脚没有一个，这个还激活不了啊。紫色的可以的，狸猫，也差一点，问题不大，急啥？哦，还差一个甲，没有鳞甲了，刚才应该用一点饺子的，问题不大，我少了2个武魂，哎呀，这个。橙色的明天来搞戒指吗？你用咸猪换一个啊，没有了，鳞甲还干啥？我刚刚没有注意看，不好意思啊，有点小失误，但是问题不大。刚才有人说是86多少，少了400万战力吗？少了2个，问题不大，因为今天晚上我还会去打那个武魂的那个，就是打一下苍月岛的，苍月岛到时候打一打，这个橙色的小怪不会爆，大怪会爆的，白虎比母马强啊，到时候再看。然后现在是什么活动？矿战争夺啊，
我来晚了，这个 MVP 拿不到。资源鼓舞还是拉满吧。呀，没有拉满。属性鼓舞，我属性其实不鼓舞也行的。斗罗，木金金1281啊，旅途失败，赌吧。对，肯定打不过。哇，1400，舒服，这是真的不给力。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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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啊，攻击大幅提升。哎呦，这是会给 buff 的。生命大幅提升，我看到了。啊，没有了。最终结算，哎呀，可惜我没有把我的那个快速采集用完。这里我不一定能够拿到那个的第一啊，旅途第一有可能可以拿到，一会儿来看。组队副本，诛仙血阵。刚才那个活动确实无聊，但是他给的东西香呀。OK， 谁获得了？星木留下获得旅途冠军，兔子青鸟获得防守冠军。那我呢？我连旅途都没有拿到第一，怎么会？太菜了。哎，大西瓜获得了金矿冠军，铁矿我也没有获得。谁拿到了 MVP？ 我看一下 MVP， 我要奖他一个这个箱子的。大西瓜，好吧，什么都没有拿到。今天吃一下战门贡献，来分配一下这个宝箱。等一下，这个矿洞啊，在这儿分配一下，主要是去晚了。妄图来一个，大西瓜来一个，另一个给兔子。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好的，我分自己给自己分两个，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没有他给不了。给了先锋矿车6个。时间，这 boss 一碰就碎，时间只要5秒钟。给你看一下，给铁矿工来一个，可以考虑。10、9、8、7，哎，就5、4、3、2、1吧，应该就用5秒钟就打完了。这个贼牛，好，真是什么都要。对啊，你充那么多钱，我还不能要吗？对吧？装备强化，坐骑提升，好，4个圣器，加了一点点战力啊。OK， 到了220级的白银羽翼，神兵6个，这神兵加的好多呀。好，再来490活动，跨服联赛，向大陆宣告我们才是第一战盟，这也是战盟之间的这个战斗。我要照顾的不是和我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我要照顾的是所有看视频的观众，懂吧？知道这个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其他玩家我对他们也挺好的。然后这里压住还没有压完，这里狂战天下肯定是拿第一吧。哦，这里压不了了，还说这个要开始了。战盟排行，我们这个战盟战力是自己的看不到吗？哦，在这儿，我们是3亿，他们是1.1。狂战天下，他们是去打哪个了？玩法说明，一会儿来看一下。压住确实压不了了。奖励是什么？奖励是给这个，给两个神鹰金魄。10000的功勋，每周奖励哦，至尊点给13个神魂，13个高级经验，幸运礼包不错，失败的话会给那么一些。预约的话，我们已经预约了。狂战天下他们抢的是钻石资源点，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抢呢？我看这个失败的奖励啊，失败的奖励，看至尊资源点失败的奖励都要比这个钻石资源点给的高，所以他们应该先和我们抢的。这个游戏鼓励就是强强互殴，强者和强者先打。他这个狂也太菜了吧。然后这个排名的这个积分是哪来的？每月1号0点结算，抢不过也要来抢啊，这里给的奖励会更多一些，对不对？战门圣兽啊，差了一点点这个数量。好，再打一下500级 boss， 我们就刷了过去吧。夸父市长刚才没有看到，有人说是在哪儿，金兵刀具里面是吧？机密道具里面也是没有的。这个活动是占领水星，我好像有点印象。海战就是这里的这个 boss 吧。那个活动我觉得进去应该是也是很无聊的挂机，没有遇到这个狂。是你抢哪个？是我的话，稍等一下，我想想，我没有想清楚啊。我在想下次你能卡时间去揍一下那个。我现在还能取消预约吗？要是能取消预约就好了。哦，消耗积分，战斗积分。这个积分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来看一下这个玩法说明吧。30天，哦，可以参加跨服联赛，我们这个提前开了。哦，第一轮争夺，然后各战盟根据预约结果对阵，然后第二轮是第一轮的胜者进入高一级的。哦，我们
等到八点半、八点二十，不是九点二十的时候，还可以再和狂他们打一打，打一下，问题不大。每周五凌晨，我们预约时间，哇，这样子，八点半之前可以预约。一号结算的时候，一号结算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奖励，我可以抢夺他们。到时候看一下，只有第二轮获胜的这个战盟，才可以获得该资源点上的这个占领奖励。哦，这样子，那他就失策了呀。他第二轮获胜的话，可以获得这个占领奖励。他是在这个铂金资源点对吧？他第一次进来和我们打，然后第二次失败了，他又回去。那他第二次其实就抢不到这个铂金资源点的这个资源了，有点惨。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反正他这个奖励应该会差了一点点。再来打十二级 boss 啊，突出来的这些人，打入二开头的我就放过了，不管他们。好，差不多活动要开始了，准备继续瞅一瞅啊。不枉江湖，打一下试试。哦，点这儿加入战场，跨服得再开启了。这水晶直接奔中间去，对吧？这里是有准备时间是不是？准备时间这里有这个战功榜哎，等等看，他们人数有四个，我们人数有十六个。三十秒后开始战斗，还有三十秒，四、三、二、一，走中部水星，从这儿走，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这个坐骑出来，采集一下。豆包比我慢，不好意思，啊，这个东部已经采集完了，好，采集好了，再走。东部我们采集一下，这里要打架的，还是不能采集吗？哦，全部是我们的了。凡人，杀人，夜长风啊，就是这个 B bird 的，你不是很厉害吗？就堵他们家门口，乱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这个战功排行榜，看一下，我们是五十的贡献啊，这个战功只算杀人，那么多杀点，其实有点饿，这个就太无敌了。那不好意思了，里面还可以杀吗？里面好像杀不了人，里面是安全区。采集好了，要守住水晶，不用守住，他们人都出不来的，怎么弄？不需要的。这个金仙在这儿还是有点厉害的，这种人不会被封号吗？改个这样的名字，杀人如喝水。我们这里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这个积分涨得特别快。哦，西部被占了，西部竟然被占了，什么鬼？就占更多的水晶，我们才能更快的结束这个比赛。好，西部已经被抢回来了，我的天！他们总共就一百七的这个积分，杀起，别客气。还是有一些人会被放过啊，主要是他走过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杀到他。呀，杀不到人了，这里有个红色的是什么鬼？跟我看。小地图上这里有个红色的点，来，秒了。我不知道这个贡献第一会不会给额外的奖励，我出去看一下。如果不给额外的奖励，那这个游戏这个活动就太水了，逃出升天了呀！有一个人逃走了，没有追上，没关系，对面也是第一次见这个活动，所以有点新鲜感。以后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以后这个活动可能都不来了。啊，不来的话，那个奖励区应该就没有了。南部去看一下，最远守城水中月，啊，这里是我们的。我还说，其实我打不了他，已经出不来了呀。我就站在这里躲啊。啊，有点饿，你来了。哎，没有冲过去吗？就这你。哎，凭什么？我靠，这刚才反应慢了半拍，秒了。爽，这活动只过了七分钟应该就结束了。你看这积分马上到了，已经前九了。哇，这个前面挺好的，总贡献啊，全场最佳是我，这个没得跑。然后奖励已经发了，这个是应得的，啊，给了五个星。哎，这个星是怎么回事？看到没有，我头上有个星的。这个星是获得胜利得到的吗？也不加这个战力。他说是的，那就是这个跨服联赛得到一次这个胜利的第一，就可以得到一颗这样的星。嗯，我知道，还有六分钟，不着急啊。
这十二级 boss 也不爆什么装备，哎，圣母元婴，叫做圣母元婴茯苓，圣母茯苓元婴，有注意看，其实挺威武啊，别人有的我怎么可能没有？想什么呢？好了，没有给好装备，给了一个一星的黄金灵腿。好，我们出去吧，给了一个圣训箱还可以，这里爆了一个又是十三阶一星的装备，这个其实就没有任何用处。来吧，我们等一等，还有两分钟，先不打 boss 了，接下来会比较精彩，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敌人应该就是那个狂，到时候可以好好虐一虐他了。邮件领取，好， OK， 这个是正常的奖励，这个是压注奖励，给了一千的这个绑钻无所谓。好，开始咯。啊，不是，它是九点之前呀，仅有一次，看到没？第二轮准备中，大哥，你这个系统太拉垮了吧？还要准备一下？傲娇在搬运我们的粘块，等二十？哎，不是吧？那么拉垮的，不会不会的。矿洞，等，我不要这个矿洞，它等一会儿就开了。来，我们看它一个，刚好来一个这个大金矿，对吧？我觉得这次应该是顺时针的，会有一个大金矿的。哦，在这儿，哎，果然，这次是顺时针，就是二十。等等，不着急，反过来，把这里的银矿搞了，金矿我不想搞，金矿我想搞一下，顺便看一下。哦，快速采集次数还有十五次，我的天，其实铜矿，其实银矿可以搞了的。金矿我也想，哎，最后采集个金矿吧。他给的那个碎片其实是可以合成的，那个碎片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了。看这个宝藏碎片，哦，是八点二十才开这个画符联赛。哎呀，我去，我信了那个邪。打一个五九零的，三分钟应该够了。装备的话，男装备我还可以再合成一下呀。突然想到，来抓紧时间合成一下。男性装备合成以后拿去祭炼，也是有用的。就是十级装备我要留着给兔子，因为他现在急缺。但是十级装备我可以随便合了就去祭炼就可以了。十级合下，刚好也是一件，对吧？好了，十二级把这个十二级三星合成以后，失败了。十三级可以合成两件，来，别客气，一个，两个。三个，点太快就失败，今天就有毒啊！八阶、九阶、十阶、十一阶，失败的话我要再搞一下，没有三星了，三星合不了，可惜。走，欢迎你们呀！好，兔兔精点打，狂战天下啊！我们这个劲敌终于来了，直接就是他们复活点，我觉得先到中间打一下吧。啊，他们只有六个人。人那么少吗？二一走，中部水星，哇，那么多人，哇，这个没有他们快，你看怎么这个潜水艇突然是潜水艇，人家怎么比我快呢？这占领不了了，花花小可爱，拜拜。可不可爱我都要揍你。六个人，十四个人，他们没得打啊。再秒一下，这谁呀？这染银，来揍了揍了揍了，别客气嘛。然后又死了，你那个狂呢？不是很厉害吗？不是狂吗？把那个狂叫过来呀！不是很厉害吗？就守你家门口了。啊，染银还复活？哦，不错不错，你再复活一个试试。有本事再复活一个，我就守这里。南部，他们应该马上就收复了。好，大姨。人呢？见你多余十一阶，激活一下装备。忙，改天。我今天确实特别的忙，然后明天我要休息。南部水晶，我去看一下，怎么还没有夺下来？有人的感觉，小痞子，还不错。复活一下，没了呀。明天也直播呀，每天都直播的。守家，哇，这狂在中间。哦，不对，是在这儿。呀，您来了，来，我给您送终来了，养老送终，好吧。哇，终于出来了，不错不错。
就是嘛，对吧？你老大都不出来打打架，成何体统？我东部还抢得过来，来你们别人，你们这些人去拿下这个水晶，我把他们打得抬不起头来。大自在逍遥王，哇，还打不过来了，那么厉害的吗？还敢抢我们水晶？想多了，来抢就是死，小痞子，拜拜。还声东击西，这是狂揍啊！这次没有选中，对吧？把他揍了，就连这个家门都出不去。呀，感觉怎么样？对呀、啊，就在这等着。来，哇，中部被抢了，您不行啊！快把这个中部夺下来，这个狂都不在呢，你们还拿不到。来人的话，就点一下这个自动，这里不能一直点自动啊。一直点自动他就跑走了、OK、回一点，往回走一点，狂线的多少战力不清楚，估计是5000万，了不得了，肯定没有兔子高吧。兔子还是很厉害的，他也是真大佬，只不过没有办法和我比，啊，这里没有必要在这儿浪费子弹。他那里是，好了，又出不来了。好了，我们哎，总攻陷第一，哎，不错不错，这狂还杀了25个人，有点厉害啊。有点意思，好了，看他给什么奖励吧。领取幸运礼包，高级炼丹，加了一小点啊。这个加9000亿的经验是很少的。我现在升一级要多少经验？我看一下，升一级要100亿，1000亿兆，要20兆的经验，就是20万亿的经验。然后果然打了联赛又赢了一把，有2颗星星了。哦耶！我们当初看的这个。小妞儿他们就是有2颗星星，我就没有。这里本国可乐嘉宾发起召集令，请大家前往火龙王国。他发这个召集令应该是要花钱的吧？哎，不错，就叫我们来打下这个国王雕像是吧？没有一场了，已经没有了。寻宝积分的截图界面发到微信群吗？但你在这儿和我说干嘛？我怎么知道是哪个微信群，对吧？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晚上7点钟再见了。拜拜，如果想要看妄图日充10000的话，欢迎给视频点个赞，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拜拜。